朋友们，早上好！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:05，闻着饭味儿了，大姐主要是叫了。但是这屏幕前的这个好朋友们闻不到啊，是吃饭了吗？好嘞，听见了。我怎么闻着烧饼味儿啊？虽然我不饿，但是我也得下去赶紧吃去啊。走着，等会儿人家且等着。是，叫这俩小子，儿子，孩子们，吃饭了，别睡了。虽然还是黑灯瞎火呢，赶紧吃饭了。人家想吃饭了，赶紧起床了，刷洗脸。那小伙儿，再给大伙儿表演一个绝技啊！这是承德七家里边的。绝技看见了不？得栽喽，没有了。这为什么没有呢？不知道。可为什么就完了？今天没有仙气飘飘啊，但是这边的湿度看见了吗？特别大，因为是温泉嘛，看见了吗？我估计温度不够了，现在温度不够。对，现在因为天气没有那么冷了，虽然看，哎，你看外边有雪，但是没那么冷。李大公主好心眼儿，赶紧叫他们起床吧。你赶紧给我刷洗脸去。这黑灯瞎火，你别摔着，赶紧的。我这是那个刷牙洗脸的，我怕他们没听着，但是我吃的，但是吃剩的。行行行。你俩赶紧起床，快点，跟这儿倒是规律是吧，媳妇儿？按时起床，按时吃饭，今天再给你们详细记录一下啊，123顿饭，管吃管住泡温泉，然后都吃什么好吃的啊？这孩子有时候就是要在家的时候是吧，都未必这么早起。到时候一会儿吃完早饭，你们开始学习啊。安排好了，行，好嘞，好嘞，行。外边的小雪还没化呢，看见了吗？然后，这个它这是温泉村儿，我估计每家每户啊，这个窗户上这个水啊，水珠都特别多，因为湿度大啊，屋里边有温泉，外边呢地也热啊，看见了吗？虽然外边的雪没化呢，但是这个湿度特别大。湿度大呢，对人的嗓子应该挺好的啊，不错，马上吃饭了。嚯，赶紧抹点走吧。吃饭，你简是，单的抹点儿啊。就跟那小孩子似的，也是，家那脑袋弄的，快点儿吧，别让耽误吃饭。倍儿乱。吃饭等着呢。快点，别抹了，快走吧。不行。让你年轻是吗？这家倍儿细致，123顿饭的第一顿啊，早餐啊，记录一下，每人一个鸡蛋，七家的酱豆腐巨好吃，早上可以带点咸菜丝儿，然后拌一个圆白菜丝儿，这边还2块酱豆腐，这还有，这应该是米黄啊，烙糕，然后底下是花卷儿。然后小米粥啊，那边都是双份的，这还有点红的发糕啊，还是枣糕啊，枣糕啊，开吃了，简简单单又一餐，你吃吗？吃的发糕，吃这个，我来花卷问一下，来吃这个，吃这个，来点，我来一个米花，他们这叫小锅饽饽，挺好，小狗菜。一会儿吃饱饱的啊，把温泉水一放，泡温泉。穿衣服了吗？逛大集去喽！嗨，睡着了吧？第一天晚上来呀、啊，有点宅席，睡不着，12点还睡，你不得穿着衣服？对，穿着衣服捣鼓捣鼓。你还得去呢。对，马上走啊！当时不差人家收了。学习完了吧？
马上出发啊，穿衣服。从这个大集回来了啊，好家伙，我一听说外边零下20多度，赶紧把这温泉水放上吧，开始泡温泉水，然后一会儿吃中午饭。感受一下。哎呦，太舒服了，来吧，哎呦太爽了，刚从外边零下25度回来啊，哎呦，好烫啊。是，赶紧解解乏呀啊。去寒气啊，然后哎，今天这个温度好，比昨天就烫。水温，水的大水也大了。对，但是比昨天烫，是吧？它这个温泉水啊，它就是说最高的时候96.5度啊，应该50多度，就是根据这个地表啊什么那个，要我说这个温度也有关系，下雪。他们说现在啊，管道老化了。是吗？加压啊！再跟大伙儿说一下提醒了啊，聊会儿天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水哥，照着脑袋啊，跟大伙儿聊会儿天，说一下提醒啊。因为什么呀？这泡温泉呀、啊，就是所有人一宿来啊，都睡不着。然后呢，从第二天开始什么呀，上火啊。然后你们要来呢，最主要多喝白开水，然后。带点去火的，甭管是药啊还是说通便的东西啊，因为什么呀，泡温泉也上火，来这儿宅洗你也上火啊，所以说大伙来呢肯定第一宿第二宿都那个不适应啊，有可能上火啊，要不然到时候你老上火，你这边那个大姐要叫你们吃饭，双重的火，上边是消化不了，底下排不出去，更上火，太难受了。所以说，这是我的经验之谈。妈呀！妈呀！吓死我们了！怎么了？他这个是那什么？他那水里边有那个温泉的那种，好像柳絮似的，啊，是吧？絮状物那个是正常的啊。啊，应该温泉里边有絮状物，我看里边有，你看见了吗？李大公主刚才看我这池子里边有絮状物啊，是温泉的那种，我估计矿物质啊，还是说一些杂质啊，太舒适了啊。然后呢，每人呀、啊、必须带一条浴巾啊，因为你爱出汗，然后擦拭什么的，然后带点茶叶，沏点茶叶水什么的啊。最主要什么呀？不要喝酒泡温泉啊，两个人同时泡，有个照应。你别到时候说一个人在里泡晕倒了麻烦了，还有孩子，不能泡时间长，三进三出，每次泡5到10分钟，赶紧出来。您身体再棒也不行，容易虚脱啊，别到晕倒是吧？老年人呢，别滑倒，注意而已是吧？甭管儿女啊，还是说这个老伴儿啊，陪着点儿，俩人一起啊，有个照应啊。然后这是给大伙做的提醒啊，中午马上开饭了，再泡30分钟。然后我们是11个人，赶紧下楼吃饭去啊！一会儿看中午席面硬不硬啊！一会儿见。拍背喽，来一个尖椒豆皮儿，然后拌一个松花蛋，拍个黄瓜。这黄瓜我从大集买的，我看倍儿嫩。啊，冷了是吗？赶紧跑吧！啊，没事儿。叔叔不怨你啊。来一个肘花儿。拌茄子呢，还有菜呢啊！红烧肉炖粉条，真有食欲哎！炒白菜，我来劲！霍家，大鱼上的，过年喽！鲤鱼炖豆腐，来，开喝吧！来叔，来，喝着你啊！好嘞，好嘞，您喝着，好，敬各位。这伙食怎么样啊？嚯，还有大豆腐，这爱吃豆腐的啊，吃吧。我感觉有身体豆腐，有鱼有肉，谢谢。待会儿咱走的时候啊，咱们那过几天走的时候带几块，带对，豆腐特好吃啊。哎呀，炒蒜毫，全是细菜呀，这来吧。这小生活就俩字形容，完美，完美。来份豆腐啊，趁热吃啊！你也来份，我这是好吃，好吃啊，倍儿嫩。
那孩子一人来一块儿。大鲤鱼炖豆腐。我就爱吃豆腐。他得豆腐，人家鱼做的也挺好。他家做鱼家豆腐。早知道啊，带十块豆腐。那鱼也好。我就爱吃豆腐，好吃。比碗怀柔那好吃，我觉得。这黄瓜是改哥买的啊。改哥说想吃黄瓜了。对，我炒的特别鲜灵。哇。这饼来了，好了，这饼吧啊，我给你转，来一块肘花儿，肘花肉，肘花肉，这是牛肉，今儿个肘子，今儿个全是，挺香啊，对，这是肘子，炖肉还有肘子，嗯，好不好吧？是不是完美？还要什么自行车？还要什么手柄？防不胜防啊！要是过去过年都吃不了。来看，就谁家还要吃点啥？反正就是家常菜，这多好！胖胖胖，这茄子拌的挺好吃的。对，那我那茄子一串，你就说这个来块粉条吃的，这不是不就过去过年的席面了？别抢，别抢啊！都别抢啊！都只抢了啊！别抢啊！让我先抢点儿。我来一块这个红烧肉炖粉条，瞅着啊。嗯，瞧瞧，来吧。秃噜一个，秃噜一个。来一口豆皮儿，嘎嘎香的。他家炖肉，家常菜啊。他们家也那在不断进步，是吧？不断进步，做的越来越棒。豆腐好吃，看那边还行。嗯，这豆腐炖的，我说这大丝锅真好。嗯，是吧？可是炖时间我来一横货，豆腐也好。哎呦，红烧肉啊。千滚豆腐万滚鱼，对，是因为我谁有说老说那个鱼开春的时候根本不对，不对，越炖越好吃，越炖越好吃。叔叔您喝着啊，对，这是你，哎，来您喝着啊，来来来，嗯，喝，连吃带喝。就是你让他开锅了，然后再多炖时间啊，老说开着，反正这不就是皇太后的生活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，嗯。对，这家，嗯，吃饭有人叫，吃饭喽。比我家昨天过生日多累，感觉还好。哈吃大席比这还好，真行。听听人家说啥？比过生日吃还丰盛呢。我的天！那你过年那可不是，还没这吃的舒服。是吧？这吃的舒服就是。我娘昨天哎呦，切你，这都叫家常菜，多好。嗯。等着。看那小伙儿，一碗米饭干光了，再来一碗。哎呀。行了，哎。来炒芹菜，炒油菜，又来一块儿。你又来一块儿，我好不容易吃第一块儿。嗯，我刚说红烧粉条，哎，真挺香的。我这块儿，我跟你们这样说，我在家我从来不吃，就这种，知道吗？这干第二块了吧？第二块了啊，在家我一块儿都没吃过。他说得，就来一块儿。我家肥肉他都不让吃，他都让扔了，就是炖好呢。要不就什么做馅儿时候给煸干了，就这样。真天灵感。他都别吃别吃都不让吃，你看今儿吃两块，这么这鱼那味儿还挺好吃，挺好吃的。他家每次炖鱼就是他最起码有一个优点，他炖的鱼不腥，主要是炖鱼头嘛，没人吃鱼头好吃。干干干 ！Later， 孩子们吃饭了，又吃饭了，走吧。晚上饭马上开吃啊。承德居家这边的比咱北京那边啊要黑天早，看见了吗？然后早晨就是基本上是6点半，今天早上7点叫的咱们是吧？7点中午吃，然后中午11点半，晚上5点半啊。晚上这个123顿饭呀啊，第三顿马上开搓，看现在5点都黑天了，倍儿黑。晚上要开饭了啊，走的时候我们一人带着3-5块啊，一块豆腐是2斤7-8两，然后6块一块。然后先冻着，完了再弄点鲜的。看，晚上来一个蘸豆腐、鸭蛋、豆皮儿，小葱还有萝卜、生菜。排骨啊，排骨是我们自己买的。小伙想吃排骨了，来点。是这意思吗？拌土豆丝儿。你好，炖排骨。嚯，晚上吃点大包子呀。多棒来吧，冻豆腐熬粉条，走时候必须带点冻豆腐呀，还有鲜豆腐啊，炒了一个菜花。第二盘子啊，大包子又上来了啊，这个馅儿叫野鸡膀子啊，叫火腿，然后那边又来了一个什么玩意儿，
炒辣，炒辣肠，啊，炒辣椒，开吃吧。开错了啊，晚上吃大包子。这是什么馅儿啊？什么馅儿？来，野馅儿，野菜馅儿，甭管什么馅儿啊，来。这是什么野菜？挺好吃的。那吃。没吃出来。他说叫什么来着？我那是问他了，那鸡翅膀子。是吗？不是，这问他来的。那是我刚刚过来，他说我们俩出去。这什么馅儿？他家吃过吗？他们这儿弄野菜吃吗？咱那边没有。都贵。那不知道。嗯，还挺香哎。你看现在他的馅儿，肉馅儿他都用的熟肉，真香，是吧？什么大肥肉？完，我们俩还测算了一下，123顿饭是吧？今天是完整的记录了，是吧？吃的哎，就上了一个冻豆腐、熬粉条，还有白菜，是冻豆腐吗？是，一瞅就是，是吧？您想想，3顿饭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您自己核算一下，咋也得70-80块钱一。对，人家就是从早上4-5点起来就伺候这一大群人，一共10个房间，就这个挣的都是辛苦钱，是吧？您也挣30-40块钱辛苦钱，是吧？也就落房子，人自己的。如果要是租的房，说或者说是那种承租的房啊，都得赔钱，是吧？开吃吧，大伙儿反正是吧，左右两口子分享的东西，实惠不实惠，您自己体会吧。啊，这就是一天完整的记录啊！你们吃什么，跟我们都是一样的，人越多越合适，是吧？吃的越是丰富啊！我们开吃了啊，明天见啊！明天还有新鲜的啊，拜拜。